吃到毛豆都被打光了。刚才那么半天去哪儿了？我在你学校附近看了几套房，你要觉得合适，我就定下来了。太贵了，再慢慢找吧。实在不行，我先回宿舍住几天。那就定了。大乔和倩倩要结婚了，你知道吧？别装睡啊！那怎么着？一块儿结？真的？组团结婚多热闹呀！钱能省一半不说，我还能少说话。大乔那孙子一个人就能哭天抹泪说两小时。行啊，就这么结吧，我没意见。这么委屈的婚你也结？你干嘛？我问倩倩，她打算在哪儿办，预算是多少？怂了？我没问题啊，但是你捷豹怎么办？你要是愿意，可以当婚车，省钱嘛。那你妈呢？捷豹再告诉。